为了改善过去大拜拜流水席的铺张习俗，宜兰市公所连续七年来委托市区里各大公庙轮流主办宜兰大拜拜民俗活动。今年由宜兰市城隍庙主办，市长江聪渊邀请大家到宜兰市来看好戏、假拜拜、保平安。在今年我们的菜色好节目精彩绝对是可以让我们拭目以待。最重要的是我们在一个文化传承上面我们扮演的一个这个公部门要来跟民间跟文化跟公庙宇来结合的一个这个活动。的出巡展演祭天秀，表演者呈现的惊人的威武气势，让人感受到今年的星光音乐会和绕境活动将会相当的有质感。市公所配合大拜拜庙会庆典，在城隍爷圣诞当天晚上席开500桌，要提供给市民订桌一起假拜拜。好，哇，每年一定要有的 CLO 啊，一定要有哈，还有我们每年一定要有的鱼，年年有余。好，把我们的醉虾，何首乌醉虾。以及我们四神百菇养生汤啊，那这个非常谢谢我们宜兰酒厂呢，特别提供我们的料理米酒哈，然后给我们来准备这一道料理了哈。好，半桌料理大量采用了宜兰在地的农渔特产食材，总共有10道佳肴，还有水果和甜点，可说是物超所值。对，这观众朋友是很精的呢，而且现在直播马上上去就是很重要的，是不是？而且跟大家报告一下，3月14日哦，算是双喜临门。为什么？咱虽然依然大拜拜是第一，大家都知道对吧？第二个，你们知道吗？西洋的情人节是2月14日，对不对？3月14日叫做白色情人节，都是女生要送给男生的哈，所以回送的，对哈。为了回馈乡亲，大拜拜板豆菜色丰富，加上星光音乐晚会节目阵容坚强，市长江聪渊表示，满满的美食佳肴，一桌原本3000元，市公所补助乡亲500元，优惠价格是每桌2500元，欢迎民众订桌一起来假平安。宜兰大拜拜，看老人假平安，上赞。